动。你可以教刀锋怎么捡钱啊，然后存矿。啊，太笨了。对啊，小宠物不就是应该要自动帮忙捡钱吗？对啊，你们可能要装宠物捡钱技能。这里有糖果。呀。吃糖糖。哇，这洞好深。哎呦。小心哦。你有跟来吗？有。挖一点黄金，要闭关听。开始来，开始来，拍起来！你的刀锋好像没跟上哎。拍起来！哎，我刚好看到他，他应该上去打怪了。因为你看茉莉从前面来，代表这里是一个圈。哎嘿，哎哎哎，咋了？巨棒！哦，巨棒来了！我就想说，刚刚前面怎么自己爆炸了？一句话就说36级走位上车，交给凡凡了。我还有炮弹！我把它烧起来了！去烧，去烧！汽油腾腾！好有动动！对，后面后面还有后面有！慢烧，慢烧！修鹅暴君！没看到后面，然后突然爆炸有没有？爆是走不到这边、啊。我吓死了，臭茉莉。有时候会穿呢、啊。好像看到血量哎、欸啊。对啊。其实不行。巨爆卡在洞口，卡在洞口。卡在洞口，这边还有一个暴君。解破解破。来吧，引出来就可以打 PP 了。他范围技，打死了！巨爆，慢慢的炸开了这边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！是炸过来，对他慢慢的，他用他的方式在拓展。哇，他自己开了一条路啊！我的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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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血！我怕，我怕，我就是怕他突然爆之类的啊！来了，他来了！哎呀，来了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哎，要爆，要爆了，快逃！好险，好险啊！啊，这是糖糖，这是糖糖，炸成这个样子。走前面看他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是他自己炸来的啊！好笑，他太胖了，所以直接慢慢炸。我看这个炸过来的路，好舒服哦。什么东西？在走捷径。哦，我的通灵王的那个假手机线的来了。什么手机线？就是通灵王的啊，我直接去买珍珠的。哦。受不了了，因为转都要转一个150哎，整组五个430而已、欸。我本来想说，再去吃个寿司再来转好了，想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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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转好贵哦、喔。天佑，这边。再右，哦，水母迎接，看找个大地方，
可以来补给。感谢新退员，满载黄金。拜拜！我打呀！我把我自己的盾给砸了。这个挖完应该够了。前面也还有。这边够了，这边够了，三十。按那个化石。化石也够了。这边。走到外面了吗？有哨塔。是哨塔。对，你们存好。前面怕怕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位新会员。哎呦！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在存东西的时候按到按钮，要按了吗？可以前面补给，可以先补给。先补给。来的。存起来。前面没什么特别了吗？没有，应该没有。有哨塔。有哨塔跟水母。要理他。走啊走啊走啊。那走啊。你看有没有货箱？没有就算了。那货箱这种也是几率的。嗯。220公尺。哇，超级遥远！走吧，还是你要直接跨上？没有，这太远了。这还可以，至少是一条路啊，不是那种很坑的。Go go go！ 哦！哇，滚！直接滚出一颗来！回来啊！那一去不复返。没有。走。嗯。其实他往下。应该。看一下是这边吗？嗯。好像怪怪的哦，不对哦，不对。对啊。有。不要。另一边，另一条，另一条。哎呦！茉莉也来了，茉莉往上走了。哇！哎呦，上面有路。等一下，茉莉在干嘛？茉莉在干嘛？啊！秀技，秀技！他绕一圈。茉莉，你走，不能走好一点吗？啊，走成是什么奇怪的道路啊？再挖，哎呦！35公尺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你在跳舞啊？哦，在那上面。怎么跳不上去？跳不上去！跌上来，跌上来！炸死你全家！呜呼！带把斧头走，斧头可以陪我们到很高。噔噔噔噔。把
有那个嘛，每周任务啊，对耶，没接。噔噔，我觉得三星还好啦。等下什么可以来四星？好啊，看任务，看关卡。啊，佣兵绿，咦，气外观。专场，一休，这一个锻造，这个每周有解吗？嗯，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前几天解完了。OK， 他怎么又给我那么多点数啊？它有小更新一 点，小更新就会送，这么棒哦！对啊，应该是原本就不晓得它是原本太多的，嗯，之类，它就不还给你。主要就是那个反甲有到更新，然后还有那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环境的，哼，对啊，它现在环境变成另一个盾，是降低 30% 的元素伤害。包括毒的那些，还有感觉哇！靠近猫猫虫会自动爆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很好笑。佣兵绿，我好快。嗯，说帅。噔噔。你还没接任务？我要点天赋，我来啦！哎呦，不是啊，你们两个打在这边我接不到，我只能去抬一下你们头。任务在这啊？不是哦，任务在这了。我在接手，逛百货公司。接手。好，幽默零食。四星了啦，岩浆地啪噼啪，哈哈哈 ，Yeah， 反应 OK 吗？可以啊，哇，走啦！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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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LV Fold， 四星级还 OK 啦，五星就真的不太行了，很可怕。哇哦！哇哦！一来就在 fire 啊！想走吧，后面没东西。帅哦！呜呼！有融合石，里面有小团。这样，就 Q boy。一起啊！有默契，一堆小蜘蛛。哎呀！啊，还是爆掉啦！所以我想说，我火候控制得很好啊。有这也爆了一点蜘蛛。有那个，哎呦，不会！不要我，不要我！少打前面啊，前面啊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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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
两个哨塔。嗯。前面还有一个三哨塔，慢慢来。我尸体那边是两只。应该还有一个解，直接往下挖。哇，你就真的无解了。哪里？瞬间。好、哦。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尸体旁是两个哨塔、啊。默默的为我守。距离不够远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可以。蟑螂蜘蛛哎、欸。慢慢来吧。加油。哇，你们就先往，两个哦，两个哦，再过来。我怎么会受伤？我刚在受伤耶、欸。他往上范围喷到你，就有护盾在打吧。我被喷到了。呵呵呵，就是一阵尴尬的位置。不是，扫把真的太多了，一整个有四只哎、欸。那你们看，往前一点可能比较好打。太衰哦，注意你们往前走就要小心那个喷雾兽，真的太衰了。哦。我懂你收两只的意思了。底下有两只，这边对啊，两只啊，两只哨塔。哟，死了一只，剩一个。哟，又死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大屁屁。真的被打了，还是被打了？护甲了。很高、哦，你可以多。中间多垫几个，有中继站比较好。OK， 打完了，来不及，要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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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啊，繁星！我是说这个很高、啊，不是我刚刚有踩第一个，然后可是他好像没有算到。不是我跳下来是因为有那个的毒。我是被打的。他刚好也有锁血三人组。哎呦，上面上面上面。啊，大家都死过了。这一就哎呀，杰瑞死啦！不行，你现在不能救。对。左边。你后面。靠近了，左边靠近了。蜘蛛王跨龙王，来几来几来几！臭蜘蛛。哇，头上欸。那我可以抓，我可以抓。这怎么都那么高啊？底下还是滚滚的。那个滚滚会喷呢、啊。哦。地形也很不容易。走声音。大峡谷。滚滚，滚滚爬上来了。小心啊！我要下去了。哇塞！那滚滚来爬来我的洞啊！你有病你！哎，他压我。那滚滚好像挂了。对对。啊！
太高了吧！安心上路吧，繁星。举报！举报！不行啦，这个不行啦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快要暴君啊！为什么你飞好快哦？它往下，它更新往下可以加速。哇！重点是举报，举报，举报！举报是来。举报好像在看我。啊、你们先消团，先补给吧。消团剩一点点了。反正那边有坑可以过来哦。好。举报洗，要不然那个中的是看我，中的是看我。苏焕看我了。这边都在这边，巨爆，哎、欸，暴君看不到，就看巨爆跟、那個。暴君刚刚在追我，哇哇哇哇！当帽子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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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，我的天，等一下喷好远，他喷好远。两只哦，暴君下来了。喂，你要重新说一下。哦、oh, 欸，给你护盾加加。还有很多小只的哦。怎么快不死？还不死？死了，我死了。这里暂且是清掉了。剩他了，嗯。巨爆呢？巨爆呢？巨爆到我这，巨爆到我这，在我尸体那边。哦，还鞭尸好。我的天！旁边有小船先挖挖吧。还没挖到末灵石啊？有。哎、欸。有没有来一波？哇、哦，烫！呵呵呵，这个这样胜利有没有才会舒爽？下面有消团，好，我去看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还有糖果。我们可以，加了。重点是打那个巨爆也会浪费很多子弹。估计你们两个都直接拿吧。对，我只在挖，再多挖一点茉莉。补走轮。